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半醉半醒半浮生。今天来讲一部肤白貌美的女子因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，进而爱上侄子的悲惨故事。20世纪20年代，在兵荒马乱的封建社会下，买卖女人可谓是家常便饭。杨天青的叔叔杨新山是一个有生理缺陷的染坊主，为了延续李家的香火，他连续买了2个女人，但最终被杨金山折腾而死。父母双亡的杨天青被杨金山收养，多年来从未娶妻，鬼混数日后回到了叔叔的染坊帮工。杨金山自私顽固，贪财好色，对自己的侄子很是苛刻。是吗？才回来，你怎么没死在外边？这多少啊？你数吧。那妈怎么看着瘦了？不久后，他花了大价钱重新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叫做菊豆。封建社会下的女人地位低下，尊严被随意的践踏。胆小懦弱的杨天青在李家帮工，刚准备休息的他听到一阵惨叫声，楼上的女人被叔叔疯狂的折磨着。个性胆小的杨天青虽然气愤，但也不敢上前阻拦。第二天早上，菊豆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，在一个隐秘的角落里擦洗着身体。此时的杨天青早早的起床帮工，他第一次看到这个被买来的漂亮女人，红润的面貌，曲折的身材。他悄悄地来到隐秘的柴房，透过破败的缝隙，偷偷地观察着菊豆的动作。从未接触过女人的他，这一眼吓得杨天青心慌意乱。侄子偷看婶子，一旦被流传出去，便会被闲言碎语所淹没。年轻力壮的杨天青在李家当牛做马，偷看的行为一直没有被发现，他便大着胆子光明正大地接触叔叔的女人。菊豆生得漂亮，浑身上下散发着成熟女人的特有气息，直勾勾地吸引着侄子的目光。杨天青40几岁还未娶妻，见到漂亮的女人双腿直接发软，滚下了楼梯。杨金山从未把天青当作是李家的人，在他的眼里，杨天青就好比是李家的一条宠物狗，随叫随到。这番话不经意间被菊豆听到，被买来不久的他并没有在意李家的人和事儿，他一心祈求命运能够善待他，成功摆脱杨金山的折磨和侮辱，他的一生不能成为不幸。个性坚韧的菊豆拼命地反抗着这个时代下的恶俗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菊豆忙碌的身影映照在天青的视线里，一颦一蹴都透露着优雅，手中顺滑的染布光洁的就像菊豆的内心。千军万马从中过，一骑绝尘使君来。菊豆的美丽让还是光棍的天青意乱情迷，两眼呆呆地望着他，以为自己可以癞蛤蟆吃天鹅肉。但天青生性胆小，在叔叔的威慑之下并没有露出一丝的逾矩行为。杨天青虽不满叔叔的苛待行为，但为了生计不得不妥协，忍受着他的谩骂和指责。夜晚，杨金山再次折磨着貌美如花的菊豆，天青躲在柴房的角落里偷看着，却无意间被菊豆发现了秘密。菊豆看着柴房里的洞口惊慌不已，被卖进李家的他不仅被老的欺负，还要被小的偷窥。惊恐不已的菊豆连忙堵住了洞口，暗自冥想这地狱般的生活何时才能逃脱。随后杨天青被安排外出送货，菊豆便放下了提心吊胆的心。就这样，菊豆慢慢地适应了李家的生活，对于杨金山的打骂和侮辱也习以为常。面对命运的不公，菊豆只能心甘情愿地顺服。不久之后，杨天青送货归来，在村庄外遇到了貌美的婶子，菊豆连忙转过了身，满身的伤疤让天青一阵心疼。叔叔的残暴程度远高于他的想象，菊豆强忍着笑意，谎称是自己摔了一跤。他不敢面对这个贴心的小叔子，两人不远不近的距离，隔着的不仅是宗族关系，还有男尊女卑的陋习。但爱情的萌芽正在悄然生长。杨金山凶狠残暴，一心想要为李家延续香火，整日折磨着年轻的菊豆。一阵阵惨叫声惊动了小叔子，他感受着菊豆的痛苦。男欢女爱他虽然不懂，但叔叔的行为刺激着他，眼睁睁地看着苦命的菊豆被折磨，情急之下一刀便砍在了栏杆上。面对叔叔的残暴，杨天青再一次退缩了，他无法反抗封建礼教下的恶俗。菊豆被折磨了一夜后，拖着沉重的身子下楼，低头却发现栏杆上有明显的痕迹。他意识到是杨天青在为自己鸣不平，菊豆心怀感激，被砍下的痕迹绝不能被这个恶魔发现，连忙遮挡了起来。侄子和婶子的秘密就这样幸存了下来，
没有只言片语的交流，菊豆已然对这个胆小懦弱的男人上了心。菊豆经过几天的观察，他发现侄子对自己心怀不轨，便来到柴房扒开了草堆。面对毫无人性的杨金山，侄子是可以完全依靠的男人，他要抓住这根向上攀爬的救命稻草。菊豆故意在柴房的对面擦洗着身体，杨天青毫无意外地在柴房偷看着，看着委屈交加的婶子，悔恨和愤怒涌上了心头。菊豆趁着杨金山外出送货，便主动上前搭讪小叔子。这个所谓的丈夫生理上缺陷的他，夜夜折磨着他生不如死的生活，菊豆无法再继续忍耐，梨花带雨的他让天青一阵心疼。天青仰天长叹，感叹造化弄人，但也无计可施。他想带他逃离这恶魔的束缚，开始一段新的旅程，但迫于世俗的压迫，想法一退再退。小秘密没有被人发现，于是两人便大着胆子光明正大的见面。杨金山的宝贝牲口得了重病，他便急急忙忙跑去寻医问药，一时半会儿怕是回不来。菊豆喜笑颜开，便随手关上了敞开的大门。杨天青眼看形势不对，并没有出声阻止，两人心知肚明，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并不是天天有。菊豆蹑手蹑脚地来到侄子的房门口，最终两人沉沦在这所谓的爱情里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偏远的山村也进入了凛冽的寒冬，菊豆毫无意外地怀上了孩子。这突如其来的喜讯可把杨金山高兴坏了，老来得子的他终于可以为杨家延续香火了。殊不知这最大的冤大头就是自己。天青，真的有了？看把老东西没的，他还当是他的呢。天青、啊、我掐算过了，这是你的。沾沾自喜的杨金山被两人蒙在鼓里，一心期盼着菊豆生下一个儿子。在众人的见证下，菊豆毫无意外地产下一名男婴，杨家终于迎来了后人，宗族们喜出望外，便取名为天白。天青和天白寓意清清白白。杨天青躲在角落里暗自窃喜，幻想着自己儿子的模样。两人的秘密一直没有被家族里的人发觉，杨天青积极地制作各种木偶玩具，对孩子很是上心。杨金山并没有发觉什么异样，他像往常一样出门送货。杨天青急忙关上了大门，便急不可耐地跑向菊豆的房中，他想瞧瞧儿子的面容。就在关键时刻，门外传来了一声巨响，透心的两人急忙起身避嫌，吓得杨天青连滚带爬地躲了起来。两人定睛一看，回来的人并不是杨金山。杨天青沿着小路一路寻找，意外发现他躺在路边一动不动。杨天青在一刹那间起了歪心思，但在道德的压制下，他还是放弃了计划。受伤的杨金山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圈，下半身再也没有站起来的机会。话语未落，菊豆和杨天青相视一笑，便觉得这大好的机会来了。杨金山瘫痪在床，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声音，再看着眼前的孩子，便觉得事情不简单。杨金山一声声地咒骂着年轻漂亮的菊豆，气急败坏的他索性和这个丈夫摊牌，承认天白的爹是天青。我把事情做下来，我明说给你，你把话听清了，天白他爹是天青，你老实吧。杨金山瘫坐在地，呆呆地望着这个家。杨天青和菊豆就这样光明正大地在一起，白天他是李家的帮工，晚上却是菊豆的丈夫。杨金山看着这一切暗自嘲讽，他决定和这对男女同归于尽。在庭院中举起了火把，大火惊扰了熟睡中的天白，天青和菊豆紧急出来灭火。菊豆恨透了杨金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他要把所有的怨恨全部发泄出来。杨金山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任凭这两个人的摆布。天青认真地伺候着这个名义上的叔叔，在外人看来，天青很是孝顺。一眨眼几年过去了，天白慢慢长大，菊豆和天青的秘密没有一丝破绽。天白独自一人回到家中玩耍，杨金山看到他便起了歹心。另一边的两人还在焦急地寻找儿子，殊不知儿子正面临危险的境地。杨金山缓缓地来到他的身后，他想一把结束这孩子的性命，来报复菊豆和天青。天白稚嫩的眼神看着他，便脱口而出叫了一声爹。杨金山被孩子的一句话感动了，他放弃了原本的计划，天白叫他爹，那按照辈分，杨天青就是天白的哥哥。大声喊爹。哎，再喊呢爹。哎，哈哈哈哈。天白，天白，来来来，这是你娘。娘。
这是你哥。哥。哎，嘿嘿，我是你爹。爹。哎，哈哈，我的儿哎。杨金山的目的达成，他看着那对男女更是开心。天白的三岁生日被大操大办，杨家的宗亲们也都赶来庆贺，全家上下无不欢喜，只有杨金山笑而不语。他不能说出这个惊天的秘密，便只能在酒桌上买醉。在宴席上，大家都在打趣着杨天青，两个兄弟之间不为人知的关系让他难以启齿。我的好兄弟。天白渐渐地长大，菊豆和天青频繁的来往，结果被幼年的天白撞见。菊豆一巴掌打在了天白身上，自己是又心疼又气愤。由于两人的频繁来往，菊豆便想方设法来阻挡自己怀孕，四处求医问药，最终损坏了身体。菊豆和天青的爱情一路坎坷，但也见不得光。一日，天白在家和弟弟玩耍，打心底疼爱孩子的杨金山大着胆子来到水池边，却被天白一把拉进了水里。经过一番挣扎，杨金山再也没有了动静。天白愣愣地站在原地，小小的他并不知道溺水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。小孩子的世界是天真无邪的，拿药回来的菊豆看着眼前的一切不可思议。杨家的当家男主意外身亡，邻里邻外对着天青指指点点，他以为是菊豆亲手断送了哥哥的性命，情急之下两人争执了起来。按照家族规矩，杨金山出殡，天青和天白必须要拦路挡棺，以表示孝心。宗族们自然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，借此机会来试探一二。按照传统规矩，挡棺的要进行七七四十九回，菊豆和天青在青天白日下来来回回地跑着。菊豆哭诉的是她的丈夫，天青哭诉的则是她的叔叔。两人在众人的见证下进行着拙劣的演技，漫天飘落下来的纸钱不痛不痒地打在他们的脸上。这对苦命的鸳鸯哭诉着他们的人生，历尽千帆终是熬到了出头的时候。丧礼过后，杨天青被迫搬离了杨家，虽说是侄子和婶子的关系，但也不能堵住悠悠众口。天白慢慢地长大懂事，面对这个陌生的哥哥，天白很是厌恶。菊豆和天青的关系日复一日的亲密，却被天白再次撞见，菊豆很是尴尬。天白长大了，他察觉到母亲和这个男人的关系不正常，便也只能悄悄观察。所谓的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闲言碎语传遍了整个村寨，这话却被天白听到。他拿着砍刀追了村民整个村庄，气喘吁吁地回到家中，对着杨青山一顿毒打。菊豆对现状很是不满，便一口作气把事实的真相全部告诉了天白。胡师傅，你可恶之的杨天白，你听清了，你打的是你亲爹，我今天把话给你挑明了，你是杨天青的儿，杨天青是你亲爹。陈子啊！杨天青此时开口阻拦菊豆，以为时已晚，两人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巨大转折。李家的染房挂满了鲜艳的染布，菊豆和天青的见面少之又少。在最后一次，两人躲进了地窖里，空气中的密度越来越少，杨天青毫无意外的没有了呼吸。天白在关键时刻救出了菊豆，可他在临死之前还想着那个所谓的丈夫。天白恨极了他，便直接把天青扔进了染布的水池。天青死死地挣扎着，天白却在关键时刻给了他最后一击，彻底结束了他的一生。菊豆眼睁睁地看着亲生儿子害死了自己心爱的人，那一刻他是绝望的，这世上的一切并没有什么东西再能吸引他了。他举起手中的火把，就像是当年的杨金山一样，草草地结束了他这悲惨的一生。熊熊大火中冲向天空，菊豆无怨无悔，多年的恩恩怨怨在烈火中化为灰烬。该影片改编于小说《伏羲伏羲》，菊豆是由张艺谋执导的山村爱情片，在1990年日本上映，讲述了一个农村女性的悲惨生活。女主巩俐的完美演技给影片增添了更多的色彩。菊豆这部影片，它宣扬的是一种人性，揭露了在世俗的社会中男人对女性的扭曲和侮辱。菊豆作为女人，但同时也是一位母亲，刚开始的本分善良到最后的心如死灰，她不堪忍受杨金山的折磨和侮辱，便选择另一种精神慰藉，她能做到的也只是短暂的快乐。天青和树脂之间的恩恩怨怨一步一步地推进着剧情的走向，矛盾愈演愈烈，
在爱恨情仇之下，菊豆和天心的生活一步步走向一潭死水。剧中的儿子天白并没有过多的对话交流，却把那股狠劲儿刻画得淋漓尽致。在那个时代下，见不得光的爱情总是被打压在无尽的黑暗中，突破了那层道德底线，便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在封建社会下，没有人是绝对的自由，女性在这时就体现出她们悲惨的命运，几乎每个人都无法幸免于难。影片中压抑的色调给观众们展现了别致的体验感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展现的不仅是淳朴的民风，更是一种文化的差异。剧中悲剧性的根源往往来源于外界的打压，影片拍出了腐朽的传统文化，爱情和裸露的镜头掺杂着一些浓厚的情感色彩，是整部剧情的点睛之笔，在这里可谓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人物之间的关系复杂，但同时也折射出每个人物的特殊性格，难舍难分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关注我，下期给你分享你不知道的影视剧。